哎呀，没想到啊，你这么厉害呀、啊！哎呀，喂，点解喇叭响？哎呀，老伯，老公，你怎么在这呀？嗯，这男的是谁呀？这男的，你们干嘛、啊、从里面出来？哎呀，嗯，这是前男友，他带一香蕉给我吃。他是你老伯？对呀、啊，这个是我那个老公啊。前男友啊。是你老公啊？哦，真的是香蕉家里面不就有吗？家里面那个香蕉都不合我胃口，那么小。哎，我们家那什么蕉都有啊，几个品种都有了。后山那边不是有那个鸡蛋蕉吗？哎呀，你是他老公，你怎么不知道你老婆喜欢吃哪一种香蕉啊？就是啊。我家里面什么香蕉都没有，只要你想说你是哪一种，我就可以去摘给你吃了。我要吃的是这一种，啊，这一种我们家里也有啊。这个长大清甜，很合我的胃口。这个以前跟他的时候，天天都摘给我吃。你看，我们家那个香蕉树又那么高，你只会摘矮矮的那一种，高的那种才好。对呀。他能爬上去，你能爬吗？刚才我是帮你老婆摘香蕉啊，我就是啊。你老婆摘不到，那个香蕉柱又滑又高，是我帮他摘香蕉。好厉害啊，能力很强啊，可以爬上香蕉树啊！我刚刚在里面吃了很多啊，这个一根留给你的。哎呀，你想吃的话，你也可以叫我搓你过来啊。你看，跑到这边水鱼村这边那么远，搓。你一大早你去哪了呀？啊，我找你都找不到啊！哎，我手上我也不是想去村上买一个馄饨给你吃吗？早餐吗？所以说我回来都不见人了。我以为你跑去哪里了？我那也找不到你。既然我帮了你老婆的忙，你看要给一点什么好处给我？他吃了你家香蕉，你就给。我吃了很多啊。吃很多。是啊。来，哎呀。这么少啊？谢谢你啊，兄弟啊，这还差不多。以后啊，你老婆想吃香蕉，摘不到，叫你老婆过来，叫我帮摘。那你下次还帮我摘？帮、啊，一定帮。我要吃最顶头的那里，最甜的是什么？哎，你看你个子又矮又小，又爬不上那个香蕉柱，是不是？那个树也太危险了，万一掉下来就麻烦了。哎呀，我爬那个香蕉柱啊，最在行了。啊，一下子就上去了。这样子。是啊、嗯。你老婆想要吃香蕉，就跟我说就行了。我家里面也有了，到时候她想吃哪一种，我直接把它砍掉，那个香蕉树就可以了。你老婆说啊，最主要是你看那个香蕉品种不好吃。是啊。我就喜欢吃这种品种。哎，那好吧，以后你想吃的话，你就跟我说，我再到时候我搓你过来。嗯，那你们两公婆慢慢聊吧，我先走了啊。好，谢谢兄弟啊。那你还有跟这个前男友联系啊？哎呀，这不是没办法吗？找你又找不到，而且这个品种当初跟他谈恋爱的时候专门为我种的，他知道我喜欢吃这个品种，而且他那个地呀、啊，还。种出那么好味道的，知道吗？嗯，那我家里面到时候我们也种这个品种，你到以后就不用跑到这边来了。还是不行啊，那个地不够肥。到时候我淋多一点肥料就可以了，还有那个鸡粪那些啊，猪粪那些那种肥很快肥的啊。哎呀，行吧行吧，到时候你种得出来，我就在家吃；如果你种不出来，我还走呢啊。我还想去老表家那边呢，我还想在这里看到你呢。那去老表家吧啊！居然我都不想去了，我都吃饱了，我想回家休息。回家那你走路回去，怎么回去啊？你要去老表家你就去，我走路去吧啊！不过反正我都饱了。答应了老表了，我要去一趟。反正不去你，那你先走路回去吧啊！啊，这块香蕉你拿走吧，我又不喜欢吃。行吧，你在路上吃。是。